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。經歷過去一年的嚴峻挑戰，大家都希望新年會帶來新氣象。因為疫情關係，今年市民應政府的呼籲減少聚會，過一個平靜的春節。但是科技發展拉近我們的距離，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本地和海內外的親戚朋友送上節日的祝賀，對長輩表達關懷。新一年是金牛年，牛象徵勤奮堅毅，我相信只要大家團結一致，以堅毅的精神努力打拼，香港一定可以克服挑戰，牛氣再現，再創高峰。我祝大家和氣吉祥，事事順境，身體健康。